我的狗狗腿做过手术，为了让它舒服点，我就选飞机托运吧。麻烦你们一定一定要照顾好它呀。哎呦，好可爱的狗狗啊，美女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宠物托运很专业的，交给我们了。切，不就一条狗而已嘛，不娇气，赶紧进去。收费用卡车运，真是笔好买卖哟。要么我给你6000块钱，要么再给你买条狗。6000块，你能让 Siri 回到我的身边吗？他可是我的命啊。